昨天晚上呢，是一个人在柴鱼大峡谷这边居住的一个观景台。现在呢是准备出发然乌湖，2小时15分钟。前面要开始爬坡了，翻过那座山应该就不远了。德姆拉山，那刚一直看到的那座雪山呢，叫做德姆拉山。这会这边风有点大。海拔4900，看一下这个无人机，带你们看看景。冻成狗，好多人现在都在过6月天，热得快疯掉。我在这边被冻成狗，会被人打的。这才是真正的进入了美不胜收的境地。回来了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终于回来了。雪景，跟雪山同行，看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没有一望无际，毕竟被雪山遮挡了。这边走过来呢，有一个人龙巴冰川，那里面